广东能同时拥有玻璃桥、天空之境、丛林飞跃同埋七彩滑道嘅地方。佛山揸车2个钟就可以到达嘅南丹山森林王国，一家大细过嚟玩最适合不过啦。广东最长嘅玻璃桥就喺呢度啦，喺桥上成个南山镇嘅田园风光尽收眼底，又或者系佢哋呢种恐高人士挑战自我啊！山顶嘅天空之景同紫云端咖啡屋都系一大网红打卡点嚟噶，喺呢度可以轻轻松松拍出美景大片啊！落山就可以体验时速60公里嘅林海飞索啦，感受下呢度嘅速度与激情啊！喺玻璃滑道入边穿越原始丛林，大自然中漫步嘅树冠长廊都非常值得体验噶。七彩滑道仿佛从彩虹中穿过，一路尖叫到终点啊！山脚下嘅欢乐天地同小动物，啲细蚊仔肯定中意啊！呢度仲有超浪漫嘅露天星空酒店，瞓喺床度数星星，唔知你体验过未呢？咁样嘅世外桃源，快啲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一齐过嚟体验啦！